我是 Sammy， 我是健康饮食与营养治疗师。我其实是因为每一天工作很忙碌，然后工作时间很长，所以呢就人会比较累。因为我本身也是在保健行业，所以呢在因缘巧合的情况之下认识了Yashino，然后他们向我推荐说他们有这一个帮助肾脏排毒的一个产品，所以呢我就认识了，然后更开始使用。我吃了过后两三天的时间，我就开始感觉到人比较精神啊，单单只是精神就已经是我要的终极目标啦，所以我是很满意。我感觉到我上厕所小便的时候呢，那个尿液开始从很污浊到蛮清，所以我就知道我的肾脏起初的时候在污浊的时候呢，就是帮我再把毒素排出来，然后慢慢变成清的时候呢，我人开始精神了。所以我知道这个产品呢，它就在那段时间呢帮我提升了我的肾脏功能。我其实已经推荐 Active Fun Ray 给我很多的朋友，因为他们都有面对到夜尿的问题，那他们呢就是有年轻人啊老年人都有，然后他们使用了过后短短的两个礼拜，他们都看到有一个很明显的效果，把他夜尿的次数减低。